来用你的饼，用你的身体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忍受各种的刑罚痛苦，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。主，你今天晚上真的再一次将十字架上面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天父，我们愿我们一生都来敬拜你，都来赞美你，愿我们的敬拜如同馨香的晚祭来到你面前，蒙你的悦纳，讨你的欢心，荣耀你的名。天父，你配得一切的颂赞。对，传道，传道，他有一些神学背景。他的缅甸名字叫汤山，汤山，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是名字，就是四川。我们来一起为他来祷告。好，是当兵的。来，我们给他祷告。山的神医们，毛南六爷，谢古亚金，高门抓地板。他看到那些孤苦无依的孩子们。就是深夜暖巴的，可能有过年别的，都名义被接触点嘛。奉献他们的家，都是过人恩。奉献他们的爱，都是去亲密的。奉献他们的心，都是识阿古，不要紧嘛，识个啥的。照顾这些需要的孩子，可能有表叔表堂呢。你的爱真的在他的里面，不要紧，去亲密的哈，不谈谈也识点嘛。对呀，得打嘛，平常天吃吃没打过来。照顾这么多的人是很辛苦。可能你有病住了，因为在北面嘛的，平常天就空啊，病病吧，老爷过来打钢筋病吧。这是你的心意。平常天路多叫嘛。让他教导孩子。可能有蹲天病吧。走在主的道路上。你可能啊，平常天到老也不偏离。积累积累，平常天南疆我蛮多的。你是他的依靠。平常天对耶。你是他的帮助，主他的帮助来自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感谢你，对耶，古尼啊，皮亚金啊，曼尼亚的，基督的玛利亚。那我们从美国来到这里，美利加尼里有要信来的，怎么都看见他的爱心，对耶，七千米大谷，主来帮助我们，激励我们。瓦罗文对，阿弥达玛贝，孔阿亚巴的，皮亚金，基督的玛利亚。都那都都巴西动物吧，啊，可能咱有嘞，比高级名啦，比比吧，都罗的嘛，鸡高门耍鸡多的，高门耍七千米大样的，像你毛呢，对，起码六六点海，可能哦，啊，高高级，别的个温人多阿片，将神的爱，别的个七千米大，浇灌在他里面，都罗我们端浪比吧，让他成为你手中所用的仆人。别的个人嘛，都呢，都不是得啥不啦片啊，忠心的仆人，得啥系的，主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。文坛。我都啊，第二天打了米皮吧的，第二天印度的嘛。啊，都啊，天天啊，从啊，屁股啊，不看到谁搬阿平。我们的肢体的需要。啊，都啊，谢谢主耶稣，第二天接受他前面的道路。谢兰诺啊，从各地方差派来帮助他的人。你啊，那个嘛，哪里到姑娘不得留在那钢筋背吧？第二天路多干。来服侍。别人，路罗人，别人有色感吧？这里有病菌的，
来愿今天马年，我们都希望马年，那马年是到马年。我们有一点点，我们个人自己的奉献跟教会没有关系。是这么的，这个必须的。也是神的感动，我们照我们的感动，来主耶，多积累。最长的一位啊，那么这个教会呢，他们是一成立的时候，我两年以前我就第一个走进这个教会啊。我认为这个教会是一个讲真理的教会哈，我是对这个教会是非常有信心的。那我年纪这么大了，我现在身体还这么健康，这都是有神而来的。OK， 神看顾我，眷顾我。那我在教会是真的很开心，很高兴这样。Thank you.
我们拉斯维加斯基督福音教会走过了两年，神真的是用恩典做年岁的冠冕，在他的路径上都滴下脂油。我们在这两年里面经过许多的难处，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走过来。我们首先是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再来感谢我们陈伯辉、陈牧师、陈师母，他们这两年来对这个教会不断地给予帮助指导。我们也谢谢志伟传道夫妇，他们在教会里面每天非常努力的关怀、探访，还有管理教会。也感谢许多的执事们、理事们，还有各个小组、团契的小组的小组长们，还有其他的各个部门的同工，他们一同的努力，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。我们为过去的两年来感谢，特别在未来，我们更希望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成长，而且茁壮，在拉斯维加斯的地方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，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，好像圣经上所说的，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是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这是我愿意在这两年的时候，我们对未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追求神给我们的智慧，使这个教会继续的增长，能够真正的成为在拉斯维加斯春山大道上面做神的灯台，做一个合乎神旨意、合乎神心意的教会。谢谢大家。